全球的中文学习者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华东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李霄鹏，由汉考国际联合清华大学东南亚中心、华东理工大学联合共同举办的国际中文日 HSK 短视频征集活动于5月4日开启，活动主题为“以中文与世界相拥”，非常期待您的加入，祝2023年国际中文日活动圆满成功。